you are. Benjamin, you are looking strikingly youthful. 电影《班杰明的奇幻旅程》剧情介绍，男主角布莱德比特外表年龄和实际岁数成反比，夸张的电影情节却被通缉犯拿来当作性侵借口，涉嫌彰化地检通缉，哦，现在依法来逮捕。警方接获线报，53岁通缉犯行踪一路跟监，将人压制，实在很难相信。眼前这名中年发福的陈姓男子，在脸书上盗用他人照片，化身成为22岁小鲜肉，拐骗18岁少女，要求发生性行为。你还是少年，你要处理对。连警方也看不下去，因为本人和脸书照片差了18000里。男子还以电影《班杰明》为例，说自己也得了老化症，骗受害少女必须和他双休才能替母亲消灾。没想到被害人信以为真，遭性侵得逞。那陈姓唤醒，跟他说哈，他得了老化症哈，像《班杰明》的那个情节一样哦。这种谎话亏他说得出口，53岁阿贝比18岁少女的爸爸年纪还要大，想当班杰明差得可远。谢列文斌云林报道。